何通过？第五考，挑战封号斗罗，全部考核通过。小五，陪伴考核通过。海龙斗罗刚才那一击，似乎带着毁灭一切的决心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多谢前辈成全，后生可畏啊！如果使用魂技的话，这一战胜负未可知。你的四个十万年魂环以及五块魂骨都给我带来巨大威胁，再加上你精密的计算能力，我要想胜也不容易。小五，前辈过奖了。前辈您好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唐三，海龙圣柱考核通过，第五考，挑战封号斗罗，全部考核通过。小五，陪伴考核通过，奖励开始叠加。唐三，由于在挑战过程中存在取景行为，未能得到全部七圣柱守护斗罗认可，因此奖励降低，只能获得基础奖励海神亲和度5%。奖励果然被削弱了，应该是没得到海猫和海王斗罗的认可，是我错了。但考核完成时间不到总时间的1/3，奖励乘三，海神亲和度增加15%，总亲和度50%。由于取巧，反而获得高额奖励。第六考出现变化，难度增加。小三，你赶快看看第六考的内容，难度增加了。我来告诉你们。参见大供奉，前辈请好。原本。你们的第六考是在七圣柱斗罗的联手攻击下坚持一炷香的时间，但现在攻击你们的对象换成我。什么？这第六考是您？那也太难了吧。您可是当今魂世界第一人，恐怕您只需要一击就能将我们全部毁灭。前辈，这是真的？为什么会给我们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？我的话还没有说完。考核过程中，我不能利用大海和领域的力量，且只能使用前六个魂技。同时，最后只要你们有一人站着，就算你们通过。我们第六考难度增加，到底是海神的意思，还是郭赛西前辈自己的意思呢？